基本上已经把 up up 分给了男士，没有分给女士。你怎么先破了我的梗？嗨，大家好，我是台湾媳妇静静，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哦。我们现在开始来爬莫茶山。你跑那么快干嘛？我们这里是一共多少人？我们这一车八个人，总共几车？六台车，四五十个人呢？是啊。天哪，大部队。我们预计要爬多久才能到？7.5小时，不是，来回7.5小时，来回7.5小时。我好像还没走过这么久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挑战新的突破。现在刚过2K 而已，觉得我已经很喘了，估计跟昨天晚上没睡有很大关系。这边有瀑布，这算是山泉水吗？对，很清凉哦。真的吗？对，你先试试看。我也来喝一口。可我觉得蛮冰的啊。Hello， 打个招呼。嗨。哎呦。先生贵姓？先生贵姓？贵姓？他会回你才有小心的。没有，他会说免贵姓侯。帅。准备看大屏了。加油！好，有很努力的。3K 了，加油！3K 了，加油，加油！哇，超凉的风，好棒哦！太棒了！如果我们一路上山都有这样子凉风，该有多好！太棒，我们太幸福了。没错，太幸福了，赞！刚过3K，希望我们上去有大景。对，没有错，我已经牺牲了，连2天趟，对，换取了来的大景，而且还牺牲了一晚的睡眠时间。对，没睡，基本上已经把 up up 分给了男士，没有分给女士。你怎么先破了我的梗？不知道是什么、啊，就是成怪于我睡眠不足造成的。嗯，对，啊，是刻意的。对，他是怕司机没办法载我们回去，所以把最好的补给给了司机。我们上车，绝对不是重男轻女，绝对不是，对，绝对不是，我可以帮他证明。因为依琳姐姐今天早上有把她带来的UP 分给三个男生吃，却忘了分给我们两个最需要的女生哦，所以我们说她重男轻女。现在10:30，我们已经爬到600，
我已经有点喘了，补充了一点运动饮料，再含一颗盐糖，快了。已经到1200了，裴芳姐，我们还有400，对不对？对，还有400到533。加油！快了，快了！还有100就到了。1.5，还有100就到了。我们要去到上面那个观景台，对吧？对。对，观景台看下去。虽然有乌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整个南阳平原。可惜了那片乌云，快快散去！最后的一段路，看后面风景很漂亮，但是有乌云，所以我们要加快脚步，不然。可能上去就看不到大景了，天已经暗下来了，加油！剩我们两个，我现在脸是不是很红？红苹果，红苹果。我每次哦，一流汗或者去泡汤，整个脸红彤彤的，就红彤彤的。他们都说像苹果一样。所以他们拍的就是这一片。嗯，好，我们加油，剩最后100。终于到了。我要上去那个观景台，大家在这边休息。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现在的心情真的是超开心的。站在观景台的这一刻，仿佛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刚刚还是大太阳，马上就起雾了。山上的天气真的是变化莫测，我们现在要赶快下山，不然等下会被雨淋哦。哇塞，刚刚还是阳光灿烂，现在马上风云变色，啊，狂风暴起。现在剩下几度？下山的时候碰到了脚抽筋的山友，我们美丽又热心的依琳姐姐从她的百宝袋里面拿出了盐块和盐粉分享给山友。我们爱爬山的人都是这么温暖跟善良的哟。所以我们要补充电解质，补充盐分，不然脚会抽筋。不客气。